你要干嘛掉啊？这是倒位啊？阿姐，你想要创啥？我想要创啥？敢要先甲你报告？啊？你看你家己这行啦，你应该约会出来，我要创啥吧？阿姐，我来这一切，拢是伊设计。想要搞这样比拼，竟用这种恶笨阿骗来吃？对啊，是我把你骗来啊！也不过我这个人啊，我敢做敢当啦，无参照你啊，这样也无负责任啦。讲着骗人啊，你应该算是大学生哦。我的程度啊，只不过是读幼稚园的啦。伊当阵啊，你甲倩倩骗甲认同些，还伊这尼啊伤心，这尼啊艰苦，你是放袂起来哦。我就要互你体会一下，互你知影倩倩伊的感受。这个山坎啊，这尼啊高，唔知影跋落去啊，会比较较疼。还是讲有心叫查甫人放下，比较较疼。哦，高管长，这个山吼，我若加好灯啊，你若跋落去啊，你就当体会啊，倩倩迄款为天堂。跋落去地下的感觉，安尼嘛拄好啦。我无迄个缘分咯，做你丈人吧。你着去做阎罗王的囝婿啦。阿姐，你安怎？你安怎就犯法啦？你卖做梦！你即马要甲讲法律哦？啊？借问下吼，你伤害？一个查某人的心，会当关几年啊？啊！我只好用这种方法啦，我来替倩倩讨一个公道。阿姐，你敢真正要来找？刚刚你希望倩倩搬到内面囡仔，无办法。你去当阵去找倩倩，不是讲到这大声的？你无爱倩倩，你也无要治巴肚内底囡仔，你即马那煞变作巴肚内底囡仔爸爸，啊？你安尼讲话反起反倒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咧。你今日要点伊啦？从即马开始哦，我无爱为你的嘴内底听到倩倩这两字，而且我甲你讲，倩倩巴肚内底囡仔无需要你个笨手人做伊老爸。我即马真无闲啦，我无要陪你耍啊！你家己哦，伫山坎脚哦，偷偷看风景啊！阿姐，你咩呢？想唔到，想到去倩倩，你给我一面机会啦！阿姐，你咩呢？阿姐！多谢，大家辛苦啦，哦，足感谢的呢，哦，嘿嘿嘿，高管长，来，未歹哦，你饮料未歹，刷个套裤，是，哎，你刷个套裤，嘿嘿嘿嘿，安娜，好顺哦，哈哈。怎么这么经营啊？无，这样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人拍戏的摄影棚啦，哦，我就想讲哦，要拍一个情境剧啦，哦，啊，希望哦，你会当表现得较自然呢，所以哦，我无事先跟你讲，你别怪我吧。
啊！哎，上次啊，你拄则毋是有侧路？有拢有。啊，你有将阮这男主角迄条较水的无？哦，这你放心。哎，迄条烟头哦，好有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哦，我就想要拍一个情景剧哦，要交我一个朋友哦，讲生笑啦。哦，哎，喏，你来参加演出，有好耍无？嗯？借钱有的是小宝成，平常时对人笑眯眯，结果创意人时阵笑到这么凶，真正是笑命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得先配合伊演出，其他的等离开家才有讲。啊，阿姐，哎，我好算了，好算了，多谢你给我机会。安尼哦，上好，后盖哦，有机会我去找你。后盖哦，咱就卖伫摄影棚内底，你规气哦，出一个画镜，安尼比较较真真实一点。哦，感觉安怎？我来安排。好。